序曲结束之后，这一天总算还是来了。我难以抑制心中的兴奋，热血在燃烧。我能想象你看到这封信件时的表情，我已经嗅到了你的渴望，你的愤怒，甚至是你的恐惧。来吧，我在这里等你。12年的漫长等待终于要开始了，我很兴奋。这一次我能够赢他吗？我有些压抑不住心中的那种恐惧。正是的，一个真正可怕的对手才能带来这样的美妙感觉。咱干这是不是违法？你傻呀你！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对对，找我死啊！我要干啥呢？报警！报警！喂，110！杀人了！杀人！线索混乱，毫无头绪，你让我3天之内查出结果来是不可能的，除非有神仙出现。肛门测过了吗？测过了。测了也白测。热水一直开着，水温在37度左右，超过人体正常体温，因此测肛门是没有用的。尸斑检查过吗？检查过了。检查了也白检查，人泡在水里面检查尸斑是没有用的。那就得要想其他办法了。花瓣外层的细胞壁可以保持细胞不会因过度吸水而破裂，但热水浸泡会破坏细胞壁，因此会失去保护作用。细胞因过度吸水破裂，就导致了细胞液中色素渗出，颜色浅淡，慢慢褪去。浴缸里面的新鲜花瓣都已经泛白了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花瓣浸泡的时间至少在5小时左右。蜡烛燃烧的速度也同样被推理。死者的头发是干的，浴池里的花瓣没有挤压的痕迹，这说明在死者刚刚进入浴缸的时候就遭到了不测。而这支蜡烛应该就在他进入浴缸前不久才点燃的。这是一支新蜡烛，因为垃圾桶里边没包装纸。11厘米长，6厘米半径，每小时燃烧的速度差不多0.6厘米，现在是8厘米左右。说明从点燃到现在差不多有5个小时。如果你们要检查监控录像的话，可以检查5个小时以前的监控录像。不过我认为这个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，因为如果我是凶手的话，我会避开监控录像。你说的全是废话。队长，队长，你谁呀？自己人。再给我看一眼。自己
放卡。请你看清楚，这是一张省警官大学的饭卡。我有省警官大学的饭卡，难道不能证明我是省警官大学的人吗？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这饭卡里面还有三百。通知单，一定要注意那个通知单的信息。你们一定要查清楚那个通知单，回去跟你们队长说，那个通知单真的很重要。那个通知单里边的罪名，除了查清楚大个以外，你们还要查清楚里边的罪名。28代表什么？28，这个很。我说话你们听见没有？啊？马上下去。哎，把鞋给我捡过来。凶手应该就是在这里离开的。现在是6:40，他离开的时间应该是1:30到2点之间。为什么他会选择用这么难用的凶器呢？管口的形状呈粉碎性断裂，从形状上看，密度高于低密度聚乙烯，低于聚丙烯，因此是聚氯乙烯。知道是什么吗？绕口令 ，PVC 管，而且是一个非常廉价的 PVC 管。凶手把现场的痕迹清理得非常干净，因此他会有很多工具，所以他会背着一个包。为了行动方便，所以他会选择一个双肩背。为了掩人耳目，他应该还戴了一顶帽子。同意。1:30到2点之间，有一个人戴着帽子，背着双肩背，从这栋大楼的后门出来。你有没有看到？没有。有没有监控录像？那是内部资料，你想看就看。你中午喝过酒？你在上班的时候喝酒，不怕我告诉你经理吗？这你是怎么做的？你衣领上有肉串和酒渍的残留，现在距离中午吃饭的时间大概有4个小时。闻你嘴里边的味道，你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每百毫升至少105毫克。大中午你就喝白酒，1点钟到2点钟之间，你应该还晕着呢。那又怎么样呢？你两眼通红，不间断有眼屎分泌，说明你有轻度角膜炎。这说明你经常通宵熬夜、上网打游戏。也正是因为你这种不规律的生活，所以你的妻子离开了你。这你又是怎么知道的？你手上有戒指的痕迹，但是戒指已经离开了你的手指。你刚刚失去了你的妻子，你还要失去你这份工作吗？你前面说的都对，我是中午喝酒了，我也喜欢打游戏。至于戒指，是我奶奶传给我的，我是打游戏卖装备，没钱给当了。老婆嘛，你要是能的话，可以介绍我几个。哥们儿，你玩砸了。把监控录像给我看，这没有，监控录像坏了，一直都没修呢。你没有骗我。
事，我们是由马路对面看的门里走出来什么人呢，连监控都拍不到那儿。要不您问一下那位先生，他坐那儿一下午都没动过。谢谢。不客气。你好，我是警察，我听见了。我想请问您一件事情。我想先请问您一件事情，能借我200块钱吗？什么意思？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忘拿钱包了，刚给我朋友打电话让他们送过来，可是一个小时已经过去了，还没有给我送来。我想先借200块钱，结个账。这钱包可以啊。我想请问您，今天下午有没有看到从那栋楼出来一个人，背着一个双肩背，有可能戴着一顶帽子？准确的说，不是戴着帽子，而是帽衫。而且，时间应该是1:37，记得那么清楚。这上面的时间是1:36。好，人生嘛，难免与美女擦肩而过。就在给这个姑娘拍完照片以后，这个姑娘就碰上了那个帽衫背包男。那你有没有拍到那个帽衫背包男？拍他干嘛？又不是 gay。服务员，买单。先生，150。200，不用找了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哎，别心疼，我会还你。算你运巧，我给你开了一个理财账户。今天下午我是12:30到了这里。本金是300，我下午没事干，在纳斯达克和纽交所转了几圈，现在的本金应该是578.3元。这是你的密码账户，提现、查询随便你。你是私人理财顾问？冰狗，等会儿，你说我的本金有300？没错，因为我还要再跟你借一本，你总不能让我坐公交车回家。再见。你有没有看到那个人往什么方向走了？公交车站。您拿证件来，想看什么看什么，可您拿饭卡说自己是警察，您能信啊？为什么不相信？如果我不是一名警察的话，我怎么会有警官大学的饭卡呢？这个逻辑你明白吗？而且我现在查的是凶杀案，10万火急。再说查公交车上的监控录像又不是什么需要。站好！市局刑警队韩浩，请你帮我调出397路公交车从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经过裕达酒店附近车辆所有的监控录像。用不着这么大的范围，查1点到2点之间的就可以。从案发现场到这儿，怎么我查案查到哪儿都有你？就凭一张警官大学的饭卡，还不知道是真是假？我现在觉得你的嫌疑很大，请你跟我们回警局协助调查。你不用怀疑我，你也不要浪费这个时间。我是一名警察，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你可以上网搜索我，我叫罗飞，网上有很多我写的论。你一定要留意1点到2点钟之间的监控录像。文信好，一定要跟你们队长说，这个凶手是穿帽衫，然后背双肩背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。我说话你们听见没有？为什么还没人来问话？等着呗。发现什么？知道这杯子里是什么东西吗？血液。是个玩笑。卫生间里明明有剪刀，外面还有水果刀，他为什么用 PVC 管呢？这个 PVC 管有什么含义？和28有什么联系？
这种劣质的 PVC 管肯定不是进口的，所以你要留意一下国内的小厂家。记住，小的不能再小，就那么一丢丢。来，哇！信号实在太差了。朋友 ，WiFi 密码是多少？谁跟你是朋友啊？让你来这协助办案的，不是来上网冲浪的。我谢谢你告诉我，王警官。你怎么知道我姓王啊？猜的。速很快，不是你是怎么连上的？你猜。查到什么了？正在查。巴克尔是谁？正在查。罪行28是什么意思？正在查。吃了没有？吃了。我还以为你没吃呢，也正在查呢。不到一周，3张通知单，3位死者，玩什么呢？是正义杀手还是嗜血判官？这是在打我们警察的脸呐！就算我不要脸，可是你们也不想要了吗？你告诉我，什么时候能查到？我还是要申请，抽调各分局精英成立专案组。批了，你昨天申请，我今天就搞定账面批了。各分局都抽调了精英来听你调遣，我也替你调遣。韩大哥，拜托了啊！师长。哟，韩队长，刘队啊，局长，我还是请您慎重的考虑一下，死亡通知单这个案子应该交给我们二队来处理。我们二队这些年的破案率是有目共睹的，我们二队这综合素养是有口皆碑的。我们二队，周队就不要二了。这个案子一直都是由我负责，而且丁局已经批准成立专案组，要是想来帮我的话。来专组，可以，我可以临时借调过去，指导你们的工作。是听我指导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专案组随时欢迎。丁局，我先查了啊。哎，年轻啊，冲动。周浩，韩浩，你也不是认识一两天了，这个案子已经交给他了。你要是说让他让给你，你除非弄死他。局长说的有道理，但是我们二队，行了行了，你们就不要再二了，什么二的。二队在咱们全局那是的确是精英的团队，这我知道。可是这个案子已经交给韩浩他们了，你也知道，韩浩他们这些年的办案效率也不比你们低啊。而且我已经从各分局抽调了精英，已经组成了专案组。局长，我就是为这个事儿来的呀！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啊，你想想，就韩浩这臭脾气，他早把各分局的人得罪光了。这各分局知道他要调人，都把能力最差、最无能、长得最丑的人调来，这哪有精英？我认为我们的队伍哪个干警都是精英。哎，局长说的有道理。是，你先去忙你的事儿啊。我对你们二队，我有自己的想法，会给你们安排一个很重要的工作。是。行。不是说8点吗？啊，你别急嘛，你放心。我选的精英没有一个会迟到的。进来。小王庄分局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曾日华前来报道。嗯，过来。是。你的简历呢？
你负责网络安全？是的。我怎么觉得我的手机号在你面前一点都不安全啊？成绩很斐然嘛。这个辖区内两年没有出现任何的网络信息安全问题。小王庄的宽带覆盖率才不到50%，能有什么问题啊？就算有问题，有我在。你还看过我多少资料？照片，只敢看照片。哦，对了，昨天提前记录了一下领导的手机号。昨天晚上我实在太兴奋了，忍不住就进了市局的系统，溜达了一圈，看一看各分局有哪些人调过来。哎，国贸分局女神也来了，太棒了！你入侵了市局的系统？来去自如的话，算入侵吗？人才，精英。干什么？没有组织纪律性啊！开饭。队长，你看你那个吃相，我最讨厌跟你一块吃饭，跟一辈子没吃过饭一样。你看人小刘。队长，你曾日华吧也算有两下。当年他想当网警，他黑了咱警局的邮件系统，给各个分局发了推荐信和邮件，最后破格录取了。哎，对了，听说还是什么魔兽世界呀、啊，什么这个英雄联盟啊，前十名。哎，哪天我跟他说说，让他带带你。你没正事干对吧？哎，又来了，你们都不知道是谁。谁呀、啊？老大，您追过，但是没追上的那次。放屁！我什么时候追过人？都是人家追我。是是是。云。怎么可能是他呢？缘分。继续坚持。华丽的外表，底下爬满了虱子。美国著名哥特小说家洛夫克拉夫特说过，人类最古老、最强烈的情感就是恐惧，而哥特就是恐惧的印象。一看你就是一个正处于叛逆期的哥特式萝莉，冷漠、孤僻，心理环境封闭且自我压抑。你充满强烈的好奇心，越是有浓厚神秘色彩的东西，你越感兴趣。
你企图用标新立异的方式来获得社会地位和自我满足，以此麻痹自己，武装自己，人格病态，而且病得不轻。建议你多读点书，提高一下自我修养，不要放弃治疗。哦，对了，不要过分沉溺于男女之事。女人话多是变老的危险信号，我只有一句话，靠华丽外表武装自己的人大多内心空虚不堪一击。还有注意卵巢保养哦，阿姨。现在来了一个啊，就他。心理学博士穆建明，幸会幸会。哈哈，我对你不薄吧？穆博士是全系统赫赫有名的美。心理学专家。哎呀，当年各个分局为了抢人才，那差点打起来。是抢人才啊，还是抢美女啊？对不起，我走错地方了吗？怎么是走错地方了？介绍一下，韩浩，韩队长，专案组组长。曾世华，我负责网络安全。对了，听说你对时尚很有研究，看来咱们很有共同话题啊。是啊，巴黎 Fashion Show 和小王装服装展也是一个级别的。哇哦！哎，这位小妹妹，你是？梁音，南城分局。丁局，南城分局的老财可是我指名道姓要的。老财是我师傅。师傅？那他人呢？昨晚喝大了，被我师母打成了重伤，所以今天来不了了。哎，这个老财呀，在咱们警界那可是传奇人物啊！那南城宋慈那可不是来叫的。你在他的手下，那一定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吧？小梁，你在你师傅那儿学了几年了？我还在实习，嗯，到今天刚好三个月。还有三个月。熊云，丁局，韩队，这个人在外面鬼鬼祟祟的，肯定有问题。没子弹，没子弹你带枪干嘛？说，干嘛的？我是刑侦科的，我叫尹健。0.1？哎，你认识我啊？干嘛嘛？自己人为什么不说呀？那个，刚才你也没有问我，枪里为什么不装子弹？这枪里要是装子弹了，万一被别人给抢走了，就把我打死了。不好意思，问一句。0.1是什么意思啊？过去警校的毕业合格率是99.9%，不合格率是0.1%。队长，新建就是这0.1%。为什么他枪里不装子弹呀？他说执行任务的时候枪里没子弹，歹徒就不会杀他。这什么狗屁逻辑？真是警界的耻辱！耻辱！哎，再加上那个比罪犯还可怕的熊原，干什么？啊？背后说人坏话，竟知道打听小道消息，身边一名警务人员合适吗？不不，你们去给我调查一下穆建云近期的感情生活。啊？干什么？我是有我道理的。这就是你带来的精英，啊！连警戒耻辱都来了，还好啊。
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我告诉你吧，还有一个人更厉害，他在国内犯罪学领域那可是数一数二的，叫罗非，省警官学校最年轻的教授。哪儿？省警官学校，你的母校。教授，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正教授。请你看清楚，这是一张省警官大学的饭卡。我有省警官大学的饭卡，难道不能证明我是省警官大学的人吗？这个教授好像被我抓了。什么？这种国内的小，来，379路公交车今天下午12点到4点。这两年我在背，这样怎么骚人？一定要留意你的力量，这个。还有，注意卵巢保养哦。他乖上了。你把监控录音给我看。谢谢你。老柴。方圆是吧？先亮个相。根据他们的数值。